安怎停止，袂搁再想你。爱情亲像刀遐尼来，一刀一刀割伫心内，提袂着你。叫苗金啊，啥？阿姐哦，就是阮家啦。歹势啊，会钱钱啊。阿伯，你想客气啊？这厝哦，真舒适啊。哟。哦。阿杜啊，阿你哦去带一寡食的啦，你莫互我有情人枵着哦。阿爸，啊人姻缘哦，伫王家咧做事啦，迄工课哦外无闲咧，爱赶倒去。无，无赶无赶，我的工课哦拢做完啦，我会当看我倒去。你嘛是拜托的，你还做啥话呢？人英伦是我上个重要人客呢，无你嘛传一挂小菜。哎呀，阿罗，阮家吼就善食的啦，迄过年过节吼才有通食饱啦。平常时吼连配菜嘛唔敢食啦，所以哦，查某人嫁阮家吼，日子过啊足艰苦的。啊，不过你煮面真好吃。你是咧别讲啥话啦？啊，你甲看，因两人迄碗面啦，啊，嫌啊叫唔知掺偌济，咧红光光，那是要好高啦。哎，我阿爸，你手垃圾，卖卡人碗啦。啊，你食你的啦。啊，因两吼，都爱食滋味的。哦，安尼呢？啊，你去食去食。啊，是讲吼，我阿兔哦，煮只足清气香的啦。嘿吼，人客拢唔捌食个歹物多哦。奇怪，啊，英鸾是唔敢食咸的。英鸾，英鸾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你的嘴唇奈遐尼啊肿啊？你去食着咸无？你是一点仔险拢袂晓食的人，是安怎会去食着险啊？无无啥，啊大小姐，你今日出去耍敢有好耍？我看你拄只安尼，只手袂少。你看，这是我甲阿兔今日约会，伊买给我的，敢有水？查甫人就是安尼啊，看住爱住，啊唔过。大小姐比我较水，阁有气质，阿兔会变心嘛是应该。静兰啊，你哪会当卡手像你妹，小马阁做阁这样清楚？无啦，总是头家用心的栽培啦。我做生意几啊十年啊。真罕咧，看到你这款人才。我较早有一个员工，看到你哦，总是我生气。恁两个哦，拢是难得的人才。头家，你对阮这么好，阮用心栽培哦，是应该啦。是你家己头脑好。你厝内敢有兄弟姊妹头脑才就你这么好，会用过来下庄帮我做代志啊？阮家我五仔。头家，我有一个朋友吼，会当介绍你认识啦。啊，伊最近哦，甲大小姐感情袂歹，有做去看花呢。雷兄。
家己去看花。对啊。对方是甚款个？哦，伊叫黄阿土啦，啊厝内底哦较散啦，啊因阿爸佫爱啉烧酒，啊前后吼欠少，差点红灯都穿砍呢，啊好佳哉是阿土吼答应要来行孝，啊若无因阿爸吼，无死嘛半条命啦。正个啦，我敢若要烧一个孤查某囝，伊是我生活宝贝，伊若嫁了无好，我是足烦恼个。我跟你说你敢有了解？头家，我有了解，啊你莫烦恼啦，这个代志我会搁答阿土口供啦吼。头家，我明仔未来呢。谁来谁来吼？来啊来啊来！阿土，我来就好啊。进门。来，你咪来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谢谢。真啊！啊，看花迄天，恁也无来，我咧一直等你呢。我有去啊，我看内相，就咧手机掉掉咧啊。唔是啦，你误会啊啦。我知啦，我有看到歹人，无代志啦，先无用吼。真难对我这么好，我竟然对内相好感。哎，头家，我外汤咧。哦，谁来谁来。阿土，我先上小汤啊吼。麻烦你啊。没啦。来，小汤来啊！来，别汤，这里哦，小。啊，进来，啊，你吃未？等下吼，我弄一碗面给你吃。好，碗面哦，你大碗，豆菜豆芽较济嘞。无问题啦，啊，搁有这卤味啦，迄口味吼，拢是我新做的呢。龙妈切一份，啊，给我上届大灯头嘛，别来哦。好。哦，我那用用刀都遮疼啊。哦，啊是。啊，恁是安怎啊？头家，恁物件是无洗清气哦，食了刀都遮疼呢。哦，我嘛是，是阮老可怜啦。一定是啦。我头拄仔看到雨声乱乱飞，我头拄仔看到头家走资料，手拢无洗，就去忙小菜。我哪有啦？我唔管啦，因就是食了你的物件，才会开始巴肚痛。赔钱啦，在场的人你拢爱赔。你是咧讲啥？啊，恁食了无代志，小偷赔钱啊？万不哩，阮回去了后巴肚痛要安怎？你话袂使安尼讲啊！你听袂着？你是不是梦想要负责任？啊，无啦，有啥物代志好我讲啦，唔通去甲动手啦。关你啥物代志？闪啦！阿爸，啊，你才去甲动手讲啥？哎，这里啊，进来。你是在创啥？进来。王家大小姐，头家的物件无清气，互人食要趴倒，我叫伊赔钱，有啥物唔对？那哪有可能啦？啊，我煮物件，伊向这注重卫生的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伊来啦，伊甲我吃一个，我脚足疼的啦。阿伯，阿伯，你敢有要紧？无啦，无安怎啦，无啦。是毋是头家无注重卫生，即马阁未晓确定。啊，毋过恁害老大人受伤，安尼敢对？这是啥？毋是芳料，嘛毋是胡椒粉。好啊。今天你若成为有人吃到阿土煮的面歹巴肚，请恁到王家下庄，我会负担所有医药费。啊，小兰，头家，面搭的代志我听讲啊，啊，我即马是烦恼，是毋是我之前甲你讲？我无希望你小甲黄阿土惊伤我，所以你无啦，阿土甲我实在十几年啦，啊若有人要欺负伊哦，我一定挡伫伊头前保护伊啦。安尼就好啦。阿土，这伤哦一定要好好处理啦。这真天嘞，赶紧去看大夫。头家，多谢你。赶紧去啊！好。
阿爸，为着要阿爸这只脚吼，赶紧好起来，你应该是哦去甲英龙然后撮倒转来哦，冲一个喜的啦。阿爸，你是乌白讲啥啦？哎呦，你都唔知咧。啊，自从迄英龙来甲我求迄摆开始哦，我逐暗咧做梦呢。我梦中内底哦，迄英龙若是安尼甲伺候甲无所不至的好媳妇哦。我呸！阿爸，你莫乌白讲啦。哎呦，你是安怎啦？我肚咧疼，我感觉你煮的真正无清气哦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就是无相信，唔只来试食看卖我家己煮的物件，结果嘛是赶快伫走便所啦。我煮物件一向拢真注重卫生啊，嘛唔知问题出伫底。我看吼，我等下来新方便问看卖啦。我跟你說，拜拜。好，好，好，緊緊，緊緊。師傅，我看阿母的藥啊。哦。你要先怎擲一罐藥水當去推的無？啊，無要緊啊，我看阿母的藥就好啊。哦，好啦。我放一点仔药膏给你，啊你吼推推的会较紧好。大夫，多谢你。客气。大夫，该会当替我看下这内底的是啥？这应该是什么药粉？啊，不过分量伤少啊，我无都确定这是什么物件。神风爷，神风妈，地主黄阿土是神风妈对三年后带回来的。我会记得较早就无发生有人会食歹巴肚的代志啊。啊，是安怎即摆会发生？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啊？神风爷，神风妈，黄阿土，你家己有小想看卖咧无？你敢有改变着你做代志的方式，或者是讲你去顾着谁的利益，啊，毋则会变今仔日安尼？敢有啊？大家对我拢足好个啊，尤其是正南呐，就算连小伊介意我，伊嘛足听我个呢。即届啊，为着要保护我，手阁受伤啊。天机不可留泄，这件事情你爱自己体会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小红妈，啊，你甲我搬转去，大家食歹巴肚进前啦。啊，只要我莫摆大卖面。都别有人出代志啊！你乌白来呢？你我的小花花是为着要解决夫妻婚姻的问题，唔是为着要解决你生活的困难呐、啊！拜托啦，小红妈，过一摆，过一摆就好啦哦。怪巴肚内个怪怪啊！这个英鸾吼，为着要找代志的真相，安尼规工苦苦做，嫁着这个翁吼，我实在是替英鸾感觉足唔值的。
这查囡仔吼，实在让我足唔甘的啦。为着要替阿土找到真相，竟然一间一间药房安尼问，问到迄脚拢流血流滴啊！你嘛甲斗相共一个。我是神呢，啊，都毋是戆神个。我若替阿土想办法啦，啊，我就输去啊！啊，到时阵我会通阿拼呢。啊，林西饼。姑娘，我看你脚受伤了，我稍等一下客药你抹。啊，唔免啦，多谢你。你免跟我客气啊，我医生嘛是算袂歹的大夫，我的药抹的随好。你是大夫，那呢？你敢知影这是什么药粉？下药，是啊，那位大夫讲哦，迄药粉内底拢是会让人巴肚疼的药材，而且我阁去药房问讲，最近阁有人买下药，结果只有张进南。大小姐，你讲，敢会是伊陷害阿土？这阵不是才拄才害人食歹巴肚尔，啊！即摆佫敢出来摆摊？我尽量无，感觉无清气，佫歹食。头家管伊收摊。你讲好要出摆摊，还是要安怎？闪啊！莫害人啊！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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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请恁较冷静的啦，害恁食歹巴肚的，毋是阿土。经过调查，确实是面的问题。啊，毋过毋是阿土无注意卫生，是这水质的水出问题啊。大家先来比看卖，这水这水是唔是有奇怪的味？可能是有动物死伫这水这内底，这水才会出问题。这面单又果是用水这水煮的，这害恁食歹巴肚。啊，无怪哦，之前啊，我经过水这时阵，刚刚有听到迄猫仔叫声啦。我想哦，应该是无说你落入去，啊，结果爬袂起，啊，死伫内底。阿土的面蛋伫只摆几落年，是烧过大碗。我相信真侪乡亲拢足介意食阿土煮的面。那是为着一只死猫啊，害大家以后食无阿土煮的面，安尼毋是足可惜。有影啦，阿土寒天袂汤面，啊，即马热天讲话袂豆菜面，阮一家伙啊拢足爱食的，真正是烧过大碗。哦，你都喝一阵嘛，哪个有这个水啦？无够有人食歹巴肚。我会啦，多谢多谢各位乡亲的体谅，多谢。好啦，拜。啊，我把这水摕去倒掉。大小姐，为什么你不爱讲出真相啊？要替张进南安康？因为进南甲阿土的感情最好诶，阿土若是知影进南跳过要陷害伊，伊一定会足艰苦诶。我无希望伊受到伤害。大小姐，你真正足大心诶，我应该哦爱甲你讲一寡。来来来，我甲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黄阿土，大家可能吃过伊煮的面啦，啊，即阵啊，伊我都煮面啊，我就请伊来下阵甲阮斗相共，恁大家好好来照顾。好，没问题。大家好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阿土足巧的，一定有法度甲阿爸斗相共。雷小应该挂保证哦，你得好好做，好好拍拼。成为我的好助手，知无？头家，你放心啦，我会认真做事的。好，伊若有啥物唔办所在哦，你也好好来教。阿土，我把你当作换贴的，
你竟然想要霸占我一切，我绝对袂好这么好吃亏。早年，大稻埕是非常重要的贸易港口，繁华老街，酒楼林立。民间阁流传着“无看到艺旦，卖讲大稻埕”这句话，让当地太太拢真烦恼，红晒会去乌白来。好，咱这个新丰富林有一双这个幸福鞋，咱即马讲幸福鞋，较早讲御夫鞋啦。哦，因为咱古早时代嘛，查某人烦恼讲咱的红晒会去花天酒地啊，所以咧伊就来甲新丰富林来拜拜，祈求讲咱家庭会使幸福，红晒会使诶兴隆伫咱厝内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嘛是足有灵性的嘛，所以讲来拜新丰富林的时阵，伊来兴愿就是来家己做这个鞋啊，哦，甲来甲新丰富林换鞋啊。每年的古历九月初四是新丰妈的圣诞，真侪阿公阿婆拢会炸鸡蛋糕，也阁有幸福鞋，回来替新丰妈祝寿。到底爱情的脉强，到底痴心也糊涂，为咱将来拼幸福。袂阁予你再失望。阮用青春陪你走，莫花结局来结果，只要同心行同路，不惊风来，不惊雨。我甲你来共前途。亲像行路配地鼓，啊咻咻咻，亲像行路配